经过传送带输送过来的香菇进行清洗，这是一个气泡清洗，上面是在高压喷淋。清洗完了的下一道工序是漂烫，漂烫2到3分钟。漂烫完进入下一台机器是预冷，用冷水把它预冷一下。预冷后浸渍，浸麦芽糖，浸完糖之后吹一下，风吹冷却。这是一个风干线，然后这一头用这种速冻盘把它接料。这是一个速冻库，用盘装好之后入库，入速冻库速冻。咱们打开看一下，这是在速冻的，这是茶树菇。-35°C，冻2到3个小时，这样把它冻得脆一些。冻完之后进行这个真空油炸，也叫低温脱水釜。这是两个物料筐，这是个真空泵组，把冻好的原物料装进这两个筐里，这是一个上开盖的，打开盖，这两个筐可以装120公斤。经过这个行轿，把这两筐的物料浇入这个低温脱水釜里，然后关门。这是个储油罐，油炸过程中把油打到油炸室里进行油炸，油炸完通过循环泵把油打到储油罐里进行真空状态下脱油。这是一个油过滤系统，可以每锅炸完之后这边进行把油过滤。这是一个储油罐，每天可以把油打到罐里进行对设备的清洗。
是昨天刚刚生产完的茶树菇，做一点样品看一下。形状非常好，非常脆。含油量也非常低。这个是桥味的，可以通过这一个桥味拌料机调不同的口味，椒盐味的、香辣味的，可以进行拌料。胡椒粉、花椒粉、辣椒、孜然等不同的口味。